集都是开心跟快乐的，尤其是不管是你要监制柴姐，对不对？还有我们出品人崔振东先生今天来到现场，他们也要谢谢所有好朋友们对于这部片的支持。欢迎我们的电影监制柴志平柴姐，以及出品人崔振东 Adam。终有大人来。是的，而且也要很谢谢我们的发行公司哦，就是要谢谢二十世纪的这个福斯公司，请全力的安排所有的发行业务，而且还要谢谢真的是全台所有的戏院那么热血的放映这部电影。好，我们请柴姐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是，谢谢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以及所有参与这个电影的发行，幕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太辛苦了。我觉得这次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就是过程。是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那些年的票房在第一周就开出这么好的成绩，是也是代表着我们的台湾电影现在真的是经历过前面那么多的，不管是前辈啊，或者是那些很棒的导演，累积到现在，大家对台湾电影有信心了。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鼓励。我相信未来台湾电影啊，一定会越来越蓬勃发展。是的，而且我们要谢谢这部电影，让很多的地方，不管是小吃也好，跟景色也好，都被大家你知道疯狂的包围，就是要找说这一幕到底是出现在电影的什么地方哈。好，也请 Adam 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谢。其实当然除了谢谢导演柴姐还有所有很棒的演员之外呢，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谢谢二十一世纪福斯影业公司，因为没有二十一世纪福斯影业公司的大力支持，这部片子不可能在院线这么成功的推广下去。尤其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谢谢福斯电影的这一个亚洲区亚太区的总裁 Sander Himachal，他非常的，他有来吗？他没有来，可是呢，他在海外一直跟我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也都很关注。而且我听说这部电影是上个礼拜福斯全世界第三名票房的电影，全球啊，对，上周 OK。是，然后呢，另外当然在台湾的部分，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谢谢我们非常努力也非常帮我们的这个路啊。陆以及他的团队，还有 Josephine 陈他们的团队，非常谢谢福斯这两位大功臣，帮我们在这个影院线的安排以及宣传的协助上面帮我们非常的多，谢谢他们。还有当然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你们都是国片的幕后英雄，不管是在平面的媒体，还是电视新闻，甚至网络，谢谢你们。谢谢。那我们要请我们的监制、出品人，还有我们导演，还有演员群们，我们一起来庆功哦！因为今天要敲的冰，我们要请大家先帮我们算算看，这个冰到底有几个零，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今天我们这个冰移到我们的前面。我们从来哦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零，而且要先再次跟大家说，这个零也不是现在的最新成绩哦。好，冰往后面一些些哈。好，谢谢。好，我们要请，好，请 Adam， 要请导演，请监制，我们一人拿一个这个金锤哈，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庆祝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着女孩的好成绩。好的。是，好 Adam 是敲冰的专家哦，还特别指导一下哈。那九把刀要敲冰是敲上面，不是敲中间，敲中间会砸到自己的脚，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揭开我们这个红布下面的好成绩，好不好？哦，三二一，一起，妍希小心哦，我们要往后先，好不好？哈，小心自己的安全。来，三二一，请揭晓。是的，算一下，来。几个零？一亿是几个零？来考一下这个陈妍希数学怎么样哈？在里面沈佳宜功课这么好，八个零，好，八个零，告诉大家哦，这一亿只是我们在四天就已经破的票房的成绩，现在最新成绩是1亿7000万，还在持续的上涨当中哦。来，我们先一起拍个合照，还不要敲哦，哈，还不要敲，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哈。好的，我们稍微靠近一点点，大家把你的锤子比出来。是的，我们要让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锤子不要挡到脸哈。好，来，大家一起看正前方，这是多难得的一个画面，大家敲冰，现在是所有台上的每一位贵宾都有一块冰可以敲哦，以前还有可能两三个人敲一个零，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台上这么好成绩，有9个数字哦，现在已经是破亿了，1亿7000万的好成绩。来，大家的最左边，
好，刚刚妍希很可爱，跑到旁边的话还自己试图踮脚，但是其实也很想要请蔡昌宪踮一下脚，好不好？好的，好的，不要让灵挡到你的脸哈。好，来大家的最右边，好，谢谢，要谢谢那么多的好朋友们的支持哦，真的要再次谢谢大家。好，好，我们数三二一，一起敲冰好不好啊？要提醒一下敲冰的上方哦。好，来，三二一，请敲。